这个真的完全没有提前准备，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画成什么样。看到我在这里一整个安静在画画，我边画边聊吧。其实你知道，我真的之前有想过，你还记得我今天把爱蛇蛇宿舍、爱啥啥宿舍不是也画了吗？然后我都没有机会，就是画要快乐主，而且本来想说好好画，因为我后来爱啥啥宿舍那个就是。那个什么，哦，但那幅画就是真的带回去了留句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大家真的会留着，我想说下次画好一点。好了，我这个先随便画了，今天就是因为我怕我画太久了。一整个抽筋，对，把时间呢？大家有上次有看我画那个汪家城吗？就是汪小夫啦，不是汪家城。Get away。第一次画九州跟哦没有哦好像就没有画过九州哎，我一周我也画过了。好，大家鞋子都长一个样。好，哎，好好画一下左九州。就说看，他这幅画会把我杀了啊！不行，我这样做，腿会抽筋的。他应该抱着什么？他抱着书本吧？虽然我画了戴了眼镜的他，可是他不戴眼镜。也很帅，因为戴眼镜下标志性的一个东西吧。天，等一下，他真的会打我的呀！我好好给他确定。好，最后是一周，然后我发现。这么多人的发型都是一个样的。又是一个大眼男孩。我真的不知道给他画什么服装哎。
想给宜州什么服装？大家可以帮我想想。结果都没想到，我这个环节用了最久。好，就给他画个 sweater 就好了。追星来，眼神一抹杀气。哎，我都忘了，我上次帮他画那个，他给他穿了什么？给他画把吉他好了。好了，就是这个，努力了。哎，我要。标一下名字啊，等一下我先给他眼睛涂个颜色。大家可以猜出来谁是谁吗？我就不写名字了吧。最左边那个，就我的左边跟你们左边也不一样，四个大眼男孩。我正常我眼睛不会这样画的，可我刚刚想说算了。天啊，我画自己画的好丑啊。等一下，我发际线是怎么了？等一下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就这样。反正我给我自己画了个耳环，因为我现在不是都戴耳环嘛。然后大家也可以截个图，就是认领一下，觉得谁是谁。然后我先说一下，我给宜州画了他当时英雄的那个服装，加我们无乐不作的吉他。我真的想不到，就是应该画哪一个，因为你知道我刚刚画九州跟那个宜州也想画那个驯化者的那个服装，不过我想想那个好像有点看不太出来。